这个很什么意思？跟你讲，这个粉色的眉毛，I don't want to say this, but 这是什么衣服来的？哇，我觉得我越下去，跟着下去的照片会越精彩。这个是什么来的？我就发上去，哎，先删掉我。我跟你讲，这个 ，Oh my god。I cannot， 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是 KL Fashion Week， 我跟你讲，我穿到这样子去 KL Fashion Week， what the？ What is this？ What necklace？ Oh my god， 这个很恐怖。Are you ready? Because I'm not. 今天要回顾一下我之前，就是至少五年前的 style。如果你们不认识我的话，也是最近才认识我。我其实在我14岁，就是14年前，已经开始就是写 blog， 也很开心，很庆幸，就是之前就是我生出来的这个 era 已经有 internet 的东西，不然是很难找回这种照片。这些照片我是在 Google 还有我自己的 blog 那边找回的，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有更旧，可是我不知道不见了还是之类的。 OK， 好，我觉得我很 basic 耶。我先讲一下这个包包，我其实是 one of the first designer bag that I have， 这是 Billy Lim， 而且是很红。 I think it's OK， 我觉得我蛮低身的，不会太夸到哪里去。头发很好看，我觉得以前头发都是很漂亮耶。What happened? OK 啦，我现在发丝还蛮 OK 的，软到这样子。Oh, next, what is this? OK 啦，我觉得这个还 OK。我觉得那时绑这个紫色的是什么东西？我记得这个好像是一个洗发水的一个 event 这样子的。然后那时候我刚开始打歌。这个很什么意思？我跟你讲，这个粉色的眉毛 is next level。我觉得这个好像是那时我们去一个 rave party。说真的，我以前就是开始戴美瞳，我已经是从14岁开始戴那种放大瞳的东西，而且那时我是买那种，然后很不好，然后眼睛也会发炎。所以呢，这次非常的开心，因为有 ACUVUE 当我的干爹，因为我觉得 ACUVUE 这一家的牌子的隐形眼镜都非常好戴，而且这次呢就是戴着的是 ACUVUE Vita， 它是一个月抛型的隐形眼镜，然后它是我觉得穿过最舒服的一个月抛，因为你从第一个礼拜到第四个礼拜都不会觉得它干，因为有些牌子的月抛你可能戴到第二个礼拜你已经不想戴，想把它丢掉，而且觉得干干的，然后眼睛一直很痒这样子，然后这个不会。而且这个 ACUVUE Vita 是唯一一个月抛 with the highest UV protection， 所以你不用怕它会伤眼睛。Oh my god， look at that shoes， 还有这个 stud 的鞋子是哪里来的？ OK， 我先说一下这个包包，这个包包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包。然后这个故事呢，就是那时就是带去 Penang 玩，我就很聪明，就是玩了过后我们要去吃火锅之类的，然后这个包包我就放在朋友的车就是很里面这样子，就 make sure 没人会偷啦，因为是一个我喜欢的一个 designer bag， 然后我不想带去火锅因为很臭。 The next thing you know， 我的朋友的车被爆缸，然后我镜子碎掉， bag 也没有了，所以那时我这整个袋没有掉，我就傻眼。最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4年后他竟然，我的 IC 竟然被寄回去我的家，就是这个包包里面的 IC 竟然寄回去我的家。 I have no idea why they do that but thanks I guess。 Wow， next这个，我觉得有一阵子我是比较喜欢穿全黑的。Look at the Jordans， yeah， 这个好像是去 Purpose 的东西去看 Beyonce 的，然后 I don't know what this style 啦， but I think it's pretty cool 啦，这样子看回去还 OK 啊，没有很糟糕，我觉得我以前 style 还 OK 的。哈，这个也还 OK 嘞，其实我这个包还 MCM 包嘞，那是很出名，而且我记得那时就是因为很哈那个 Twenty One 的那个期间，那是刚红。哇哦 ，OK， 这个
这个我觉得蛮旧的耶，这个照片，这个是那时有一阵子就是比较红 lookbook 的那一个期间，我觉得那时应该是我17岁吧，因为我觉得头发蛮美的，那也是我瞳孔也是很大，我觉得这个我有 photoshop 我自己耶，可是我还怀疑自己有没有这样美，我觉得这边我有 photoshop 的，而且我跟你讲一个东西，就是以前我对唇色没有什么概念，就是你看这个完全就是我本身的唇色。嗯，还有这个我很喜欢的一个 Juicy Couture 的那个脸，因为还有一个 J。I mean, I give this look pretty okay. I think why wear it again? I think no. 我头发是蛮漂亮的，但是很长，不知道我是这样洗头的。Okay, next. I don't want to say this, but 这是什么衣服来的 ？Oh my god, guys, look at that bangs, 很厚这个 bangs. Anyway, No, this look is a no. Wow, 我觉得我越下去跟着下去的照片会越精彩。这个是什么来的 ？Oh my god, guys, look at this look. Who this? Oh my god, 这个很恐怖哎！我不要再看了，我要下去哦，我觉得我要哭了。你看这个 LV bag 是什么概念 ？Okay, next.OK 啦，这个还好，这个就是第一次去日本，如果没记错的话。现在我觉得这样子看完之后还觉得是蛮漂亮的，蛮青春的。就是当时姐姐是 ，you know， 是女神，现在就是女神经。哦、oh, ，你看现在我那时还有戴这个，那是很红的，这个版小嘎的一个链。然后哎，你看我还有那个空巴的珠珠链 ，basic， very basic， but 是个美女。青春真的不留人，我就发上去，哎，先杀掉我！我跟你讲这个，哎，我跟你讲，之前这顶帽很流行，好不？我现在就没有在讲我自己，我在看 Ashley， 这顶帽是 next level shit man。God, 这个帽子是那个 Mickey 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业配的一个 job， 我忘记了这个照片是从哪来。But I cannot take this anymore、哦。那我现在很怕，越下去越恐怖啊。OK 啦，这个也没有很久吧，应该是2014吧。那也是去日本那里。嗯，我觉得不错啊，花花的。还有绑着一个橘黄橘 scarf。哎，我跟你讲，这个 scarf 我很喜欢。故事就是好像是去伦敦的时候，然后那个 scarf 就不见了，可能留在地铁就不见了，找不回，有点 sad。Oh my god, I cannot， 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是 KL Fashion Week， 我跟你讲，我穿到这样子去 KL Fashion Week， what the？ What is this？ What necklace？ Oh my god， 这个很恐怖。我跟你讲，我跟 Ashley 是什么概念？那时还是我们还觉得自己很 fashion 嘞。Okay, it's okay. 我觉得还 OK， 我们还是黑白，可是我觉得那个项链是 next level 的。next， 哎，其实我跟你讲，这个是我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穿这样子的，我觉得它还蛮好看的，就是一个皮衣啊，这个好像是在日本，有一个皮衣，然后 scarf， 然后这个 bag， 这个 bag 蛮红的嘞，之前我觉得不错，这个我还可以这样子穿。next。OK， 这个哦，这个我觉得也没有很久啦。这个我觉得穿衣服蛮好看的，我觉得就是 monotone 就不会去的啦。而且帽子还，if there is something I would change, I probably would change the hat。然后这个包包也是我很喜欢的，我觉得这个还 OK。这是我正式去 event 的哦，这个也是。哎，我觉得这一期间我是 style 蛮不错的，那时是蛮流行那个 Rick Owens 那一个期间，我自己很疯，就是想要买他鞋子。以前嘛是要2000吧一个鞋子，我不知道我钱是从哪里来出回来，然后跑去买鞋子。Oh my god， 这鞋子还有在，我还没有去看这下的状况，不然可以拿回来穿一下。我觉得这个还 OK， 我觉得蛮好看的，我穿到。拜拜。I don't know， 就是很 basic 哦，我以前。我好年轻，你看那个 collar 是什么东西，还有珠珠的。Why wear this again? Not sure. Maybe 这个还可以穿。Things okay. Oh my god, guys. 我跟你讲，我以前很厉害。你看我的帽子，我跟我的那个 bracelet 是撑的哈。可是 I'm not gonna wear this look, man. What is this? 这个应该是去年，至少有七年前吧，那2013年那时。现在我几岁？现在我21岁 ，OK 啊。Oh my god！ 我发现我以前蛮常戴这个眼镜的 ，I don't know why。This is too red party. I wouldn't wear this again if there is a chance to go back to red party. I miss it. Oh my god! What is this？ 哇，这个很恐怖。这个衣服，我们还换了一个星星嘞。
OK 啦，我觉得我本身给自己的信心是不错的，我觉得手艺是蛮好，而且你看以前我都是很常在那个 color lens 这些是放大的那一种，有点 not sure about it anymore， nah not gonna wear this look anymore， no never burn this， 看那个链还有那个 spiky 链， I don't know guys what do you think， damn oh my god， 我以前是干嘛，我觉得这是比较 dressy 一点的season，这个好像是一个 party 的，哎等一下，我好像这个衣服好像是我自己缝那个 bling bling 上去的。Well, I still match my skirt. Look at Ashley's bag though. I cannot take it. What is that? What is this? My God, I cannot look at Ashley's makeup. 哎，我现在好像在 review my Ashley 的那个 look. 我觉得这个不能太好笑了。我不能。I cannot. What is this? I don't get. 这个 orange color 是 what is this thing? This is an orange theme or something? I think so lah. 不然我是不可能会穿一个这样子 orange color. Well, the fact that I have an orange color blazer 也是有点蛮强的。这个是怎样帮 Shopee 打广告还是 BHB Health 吗 ？Oh my god, 这个真的不可以。No burn. 然后我鞋子是 next level, 是一个 loafer. Now this whole look is a no. So yeah, very interesting pictures. 我觉得我自己还可以找到更多的照片，可是我真是找不了。So yeah, I think that's about it. Let me know which is your favorite look. 我不知道哎，你觉得我要重穿这个衣服吗？我觉得找不回了这个衣服。Basically, 我的 style 变了很多，可是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从以前到现在都还是戴着隐形眼镜的。从以前很放大的那一种，变成我完全就是不穿放大的，因为我觉得很奇怪。颜色的还是有时候会穿一下，可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已经习惯戴着隐形眼镜，而且也不太喜欢戴眼镜。就算我在家里，我也是会戴隐形眼镜的，因为我觉得活动比较方便一点。然后我不喜欢就是有东西顶着我一直在推，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So yeah, I guess that's about it. Hope you enjoy this video today. Let me know 哪一个是你最喜欢的一个 outfit， 哪一个你是有看过的，因为我也很好奇。So yeah, don't forget to like, subscribe, and I'll see you next Thursday. Bye. 给你很多人就问我，哎，为什么我这个 Chuck 这个名字？ So yeah, back then 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戴美瞳。放大头那一种很大的，我穿去学校，我就朋友就跟我讲，哟，你很像那个 Chucky 的歌手，说我的名字叫 K 嘛，我就。